2020款的哈佛190对战 LC 老80， LC 老80的车龄是23年以上了，哈佛190就是今年产的，看看他们两个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。哎呦，八零首先发力，看到没有，八零把那个地都刨了个大坑，但是哈佛190毫不示弱，国产加油。好了，八零已经在蹦了，八零已经在蹦了，八零已经不行了，八零已经脱缸了，冒烟了，八零已经刹车了，八零已经刹车了，八零，看到没有，这可不是吹牛的啊，八零已经刹车了，你们也看得到了胜负啊，你们看到没有，哎，你们看到胜负没有，哎，谁赢了，你们自己看谁赢了，是不是八零刨了深，那个坑有多深，是不是，看到没有，嗯，给你们看看这个轮胎印，哈佛190的轮胎印啊，没有很深，咱们看看，咱们看看八零的坑，看，哇，八零的坑都埋进去半个了，这八零，哎，八零的坑都埋进去半个了，哈佛190还是牛逼。